这就是所谓的五星级酒店啊！为什么我找不到酒店的前台电话？因为我们的电话号码都标志在电话上，您可能没有看清楚。总机在这儿，第一个键。我们这里面还放有电话索引，可能你也没有注意到。这么贵的房费，说是赠送健身会所的项目。 为什么我刚刚下去说是有活动包场，不让进啊？据我所知，这个活动下午结束。您可以选择晚上时段过去。那我如果非要中午去呢？还有，你们这里的抱枕到底有没有及时清理啊？为什么看起来这么脏？你再怎么苛刻的话，你就是无理取闹。 我记得第一次，我到山水比赛厨艺的时候，是你帮我带我到这里抓鲈鱼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只是故地重游。 总经理，你是唐正的妹妹。总经理总算认出我来了，我是唐婉婉。你就不愿意再陪我这个客人多待一会儿吗？ 你说什么？
快拿着！我，小心！你没事吧？ 你今天来，是给你哥哥制造接近小溪的机会，对吧？我真的不明白，你们为什么每个人都帮着他。因为他是在做对的事情，不像你，做了那么多的坏事，毁了别人的生活，也毁了你自己的。所以，你就利用我们这一点点旧情去帮他。好啊，你既然帮他，我就成全你。 你干什么，陈昭君？四哥，我陈昭君，你怂什么？干嘛，陈昭君？以后不要让我轻易再见到你。走，来。 程小姐，程总叫你到他办公室等他。我就在大楼里，有什么事情叫他给我打电话吧。哎，这是程总亲自吩咐的。哎，程小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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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程总，对不起，经理，你们是怎么办事的？下次再这样不用来上班了。